嘿，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我是阿龙啊。欢迎回到我们未未边缘世界第五季张比魔族生存的实况啊。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，稍微的信仰我们月龙啊，月龙跟萌芽啦，走回来这个行走区域这边了啊，不然逗留太久的话，还是中毒的数值会有点高啊。那今天这一集也是努力的撑过这个有如尘埃了啊嘛，有如尘埃，拂袖尘了。之后呢，这边的这个简易假体呢的研究已经差不多都研究好了呢，就等说这个工作台做出来。不过前提是我们不知道够不够全流就是了。那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了，那就只好慢慢来了呗。然后这个东西，不对，不能去。哦，这边我们有钱钱啊，好，这样子就行了。动物记得要放动物们出去吃饭。好，简易假体研究哈，那仿生体也先研究吧。虽然现在我们没有方法去做出来，不过先研究总比不研究的好了啊。先研究肯定没问题。哦，有批发贸易商，我们看看能不能说买一点钢铁吧啊。我们先把动物放出去，稍微的吃个草。那当他们进入到这个闲矿的状态呢，我们就把它给叫回去。那我记得说戈登好像也是这个教育还，哎不对，社交还蛮不错的人呢。不过是戈登在研究呢，刚好我就起床啊，那我跟这个叫 BB 的人，那来交个易吧。不知道我们有些什么东西可以卖掉，然后他不知道有没有钢铁可以买呢。既然嘛，这个我们有这个中毒的状态啊，所以多多少少会这样子。不过没办法啦，过一点也没办，也没差了啊。现在跑掉这个机会，我们不知道还要过多久才可以说买到这个钢铁啊，所以来做吧。那来跟他换吧，虽然300多块不多就是了，不过并没有打。OK，这个这样子，这个那样子，那剩下的都没有东西想要买了。好，那我们大约赚了300多块钢铁不多就是了。算上家里的也好像才，差不多400块吧。实在是不够啊，不够用啊。说起来这个钢铁，要搬运的话，可能要拜托月龙了。月龙。交给你啦，我们家的救世主啊，没了你，我们家早就便当啊。虽然说养动物去搬也是可以啊。说起来，我们家的动物那个这个健康数值与可是挺可怕，还可以。OK，然后呢，这个来继续搬一下。那要趁这个发电量的话，好像勉强可以在这边做一块。那这边做一块的话，那这边就可以打开一下这个太阳灯了。不过，暂时先不用管了。只能希望说这个有的存在快一点过去了啊！你才7天这么短，不是吧？2个星期啊嘛，差不多。
想说啊，两季过去才四年这么短，算了吧，可能啊，不对，算了吧，那个啊，不可能啊。那不过这边就睡下去吧。嗯，我说你们呢、啊，再不快点离开这边的话，这个游族城啊，可是要把你们给毒得很香哦，对不对？之前是这样，不是吧？那随便的啊。嗯，440块钢铁啊。嗯，暂时觉得说真的这样子玩钱其实还蛮值赚的啊。这个有的尘埃。这个事件，我觉得说啊，还真的是很麻烦的、啊，特别是说在于要实况点来说，毕竟说、啊、你可能什么都没办法做啊，基本上就穿一个位置，让他们不要走出去，不要碰到这个城这样子啊，这个要穿什么的，我也可以猜到了啊。啊，不过应该是没有什么啊，嘛啊，没说过。这个长期没有接触到阳光银龙复位啊，啊，不奇怪就是了。嗯，那这个我们就直接把它给拆开来吧。那稍微的想一下，好像这边没有这个屋顶，也没啥问题啊、反正都只要我们在这个期间不跑去种就好了啊。嗯，那这样子它应该会降啊，没问题。那稍微的种个田的话，应该这样子应该可以吧？嗯，等，走，小兵。哦，ちょっと待って，这边稍微的先移学一下。哇，就靠自眼光让它们生长吧。嗯，哇，稍微的种个东西应该不会差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我猜。嗯，可是如果稍微的中毒数值有点太高的话，就先让他们。跑回家里面待一下好了啊，或者是让他们不要种这两块田这样子啊。嗯，每天都要这样子啊，其实真的还蛮累的啊。可是不做又不行，就是了，因为动物们快饿死啊，这也不好，这也不好。哎，动物，快点跑出去吃饭哦！吃饭，妈耶，对了，吃草。对他们来说的草就是饭嘛，也不是错呢。好了，那可能就这个，还真的要让他们稍微的在里面待一下。这个中毒的数值呢，有点偏太高啊。结果我们这个啤酒花种了下去多，还没有，根本还没有机会用得到嘛。毕竟，这个，还样照库做酒窖做出来的，不过、因为这个太辐射层啊讲不出来，那就不就没用了吗？不过我们也没办法，管他了啊，暂时就先这样子放置吧。水的话还够。可那只能说希望这个快点远接了啊。嗯，那继续的拖一下台前呢，不知道他情况如何啊。嗯，倒是有点害怕说这边的防御力会不够啊，毕竟我们这边小了一座炮塔啊。树木强健，
话，的确就是没了一周炮，他有点怕这个防御力会丢的有点严重啊。嗯，好像不是啊，好像不是有点。OK。哇，处理的速度是降啊，不小就是真的啊。嗯。哎呦，太好了，有的城外终于结束了。哦耶哦耶哦耶，动物扩动区一来啊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自由了，我们自由了。妈，外面偷的桥其实也堵死的差不多就是了，那这一根柱子就拆掉，那这些拆，妈柱子就先挪着吧。啊，嘛，说不定之后也可能会再发生，不是可能啊，肯定有机会会再这样的时候发生了、啊。那稍微的，我们就，嘛，就保持这个情况吧。哎，那、啊、不对，喂，喂，一直按到旁边的那个 B 啊 ，OK， 啊，这边呢，我们就不停移出来，好。嗯，果然还是要露天的才爽吧。嘛，虽然我说我的感觉啦。啊，这边来。嗯。OK。嗯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那这边呢也是。这个样子 ，OK， OK， 嗯，柱子就拆掉吧 ，OK， 没问题，嗯，那小兵那个，他们两夫妻在外边收你。那这个动物活动区呢，我就让他们可以延伸到上面来吧。反正，当这个牧场也是放牧区也是可以啊。那你们喜欢去哪吃就去哪吃吧。嗯，然后就慢慢养人了，把这边的东西给拆一拆了啊。啊。那这样子说，可能要预防这个情况，我们可能要准备种一点牧草也不定了啊。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嗯，那做一些春之料的话，其实也很够他们吃。不过，如果我们要做春之料的话，也代表说我们是有更多的料理人手啊，烹饪人手啊，嗯。毕竟做这个村子鸟的话，代表是要有人一直在那边一直保持着建造，烹饪而不是建造。嗯，吧，这边就考虑一下吧。啊，这边就让他们拆一拆。那然后这个太阳灯也是太阳灯啊，不是太阳能灯啊。那太阳能灯是什么鬼？一点用都没东西了，又只有太阳才能发光了啊。啊，那这边他们怎么不去拆？嗯，怎么会是最后才拆？有。好、啊。抱歉，啊，这边就稍微的继续放置一下吧。那这个、草吃的也有点夸张了，是了。这边居然陪他们吃的一干二净了。然后这个柱子附近呢，他们都不会有谁去拆了，莫名其妙。OK， 这边有一只石老鼠。那动物都死光了吧，差不多。嗯，那有好一段时间都没办法说驯服动物啊。
啊，这样哈，我是不是盖一盖可的这边也种一下农田呢？然后在中间搭一条桥这样子。看看我们农田够不够用吧？不够的话，我们需要再种一再宽一下农田哈。好，有这个贸易商船来。 我们有1000左右的话，应该不够钱了。那你没事吧？等等啊，我先看看木材、木竹没有。他们在拆这个，哇，懒得的，好，来那个谁，把他的耳朵给收回来。 没办法，拆这个屋顶的时候没有，拆这个柱子的时候没有，先拆这个屋顶，都变成这样子了。好，把你的耳朵给你领回去，啊，后门台。那这边呢？这边这一座枪塔，我们先搬到这边来吧。那你要来呀？哎呦！ 这么闲，我说你们。那小兵还是不要来啊。我觉得等我走到那边的话，留个活口啊。 这边感觉没戏啊！这边就要交给我来探个头出去吧。哦，月龙根本就是，他们只是想射这个枪塔，然后过射到月龙啊。 啊，有活口了。21岁女性公证人说无法做医护工作，那打个扫也是可以。各种31岁，防身学生教育，直升机一直坚定。暂时先两块就先俘虏一下吧。 这个项目盾感觉好一点点。那为什么呢？简单的来说，只是，不过这个有直来直去就比较麻烦就是了。可这样子的话，那火种可能会好一点点。 基本上没有这个太差的能力，不过这个就有射击能力比较好啊。不过我们家射击人真的不缺他这个啊。不过这个有料理有味，这个料理，不过他可以帮我种田，那我们就说服这个火种吧。 交谈并交我。OK，好，雷蒙啊，走回来了啊，最快派对 party 的，之后我们在这边放一个柜子来放这个做果汁的。
果汁的那个冰箱吧。那应该果汁会补这个，应该会补这个可可度吧，水分值应该会吧，会不会？不知道，试一下也是不错。啊，说不定这个它只能加的只有这个，能回复这个饮水值的只有这个水也不奇怪啊。那什么克果汁不能解渴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设定啊？啊，然后在冬夜能来的时候，这个最快就结束了。边缘人，呵呵。好了，那这边呢，暂时先放置。回归原装的这个。真是棒啊！那这边就稍微的再中一下。那这么快啊？哎呀 ，no！ 好了，那这个就是你的房间了。啊，我也没想到这一集俘虏他这一集就炸油了。那这个说服的几率有多高啊？那这个等他走起来之后，我们。放他离开吧，然后靠这个呢来拉一下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啊。那你也就不要去受内了，怕你受伤啊。那你就优先的去做这个种田吧。那然后呢就打扫跟搬运吧。啊，差不多就这样子吧。啊，欢迎我们家的新伙啊，新同伴啊，新伙伴啊，火种小姐。那火种小姐呢，你就工人好了啊。哎，这边这个是，哎，可以收工了，就把它给砍了吧。还是很缺啊。我现在才看到我们仓库的八颗酱上牙，刚刚没忘了去卖掉它。哎呀，那算了，留起来吧，总有机会的嘛。对，总有机会的。Oh, you big star！ 啊，他应该是缺一条裤子了。那我们呢，这边呢，给他做点裤子出来吧。行啊，你要出来就出来嘛，不要你一直叫嘛。这地球哪里的狼给你啊？喂，我们家手工最好的是盲牙，不过我们要麦斯来做啊，顺道练一下这个手工能力，希望麦斯呢可以快点到八等啊，然后我们收母器呢就可以有两个人来。做这个收母器的工作了啊，哈哈，啊，至于草药，我们再多种一点好了，那然后萌芽呢，就来收一下这个吧。我其实也有点想说把这个墙给稍微的把它给收好啊，那稍微暂时先放下来吧。那先用萌芽来去收一下，帽子内啊，那帽子内也是比较可以说长线去穿的东西，那也是可以呢。OK， 暂时就这个样子。啊，几枪嘛，至少还可以穿的东西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现在不追求你的品质，那么你做呢就有这个练习啊，练习现在什么不管什么都好，当做这个练习吧。这个野猪居然跑进来这边吃草啊，这边要从这群动物口中复活的话，还是要一段时间的啊。
这边其实也差不多被他们吃到七七八八了。那在养动物的情况之下，会这样也不奇怪了。那也是预料之内。那最后还是靠做这个生饲料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了。好，去吃饭，喝个水吧。靠这个生饲料来供这个动物吃比较稳定的做法。再不然就是生饲料先把它给放置着，然后像刚刚那个腐蚀层的时候，我们再把它给拿出来也行啊。麦斯哦，你先把这些东西给搬好哦，不然呢？OK， 不然又会，又会乱，又会做的，做太多啊！现在这已经是，叫他们打70瓶水，然后他们就捞到一包的嘛啊，没有放在这个冰箱里面比较麻烦，就是。不过是单纯是水的话，应该也不用这样子啊，也应该说不用水厂吧？感觉应该不用哦，这水的。保存期也蛮久的，基本上我们放50瓶水在这个在这边弄一个全放水的区，应该也不至于让他们不够渴啊。那就再决定吧。那把它这边给拆出来，还亏一点田也是可以啦。那之后再决定吧。OK， 那这一集有点早，那我们呢，今天这一集呢，先到这边结束了啊。最近阿龙有点忙碌啊，一直往东往西的，然后这边要处理，那边要处理，就没办法说像以前那样一直每天上传影片了。那就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啊，真的不是说故意不上传啊，不拍影片这样子啊。是现实太多事情真的要去处理啊，没办法。好了，那我们这集实况先到这边结束，那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一集 Web 边缘世界的实况再见啦，拜拜。